一到日本的时间，店内坐满人客，头家含头家娘非常无闲，一个负责店内用餐，一个骑车出外送便当。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民众，拢真爱来吃吃。就是这里的像鸡排饭或者猪排饭，就是料多实在，而且很好吃，而且很健康。很便宜。对。你很常来这里吃哦，跟来这边常常来，常常来。他觉得他们的餐怎么样？很好吃。很好吃哦，量呢？量也很好，因为便宜又短啊。大厦附近做食的非常竞争。当年创业的时阵，这条路有14间店。因为做学生的生理，唔那爱少个短话，餐点的种类嘛爱变化，才会合学生的口味。你嘛是让我一直学习研究完了对吧？对对对，找出他们需求点在哪里，那回去再平衡我们自己的成本。啊，所以说其实是没什么利润，那就是一直压缩自己。所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呼吸自己制作这样子。为着吸引较无经济能力的大学生，十多年来，因的餐点不断变化，连头家娘的故乡料理香葱鸡，嘛家己菜单内面。比较平价方便啊，嘿，平价方便啊，量哩，量个计少，量都是俗的，啊，饭拢都侪，啊，汤甲饮料拢免钱，拢食个饱，啉个饱，啊，咖喱食香，咖喱迄咖喱饭，食点咖喱，咖喱饭。原本两阿婆伫大陆食头路，后来因为结婚才返乡创业。一路行来，薄利多销的生意虽然辛苦，但是因为囡仔透过多位鼓励，和新住民妈妈真感动。台湾土地，还有她拉着妈妈的衣服，这边还有台湾的房子，这个房子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爱心，就是有爱他千里，世界在我家。除了囡仔的鼓励以外，店内阁有学生毕业以后寄来的卡片祝福。虽然现在已经结婚生子，有时也会回来吃饭，感情就亲像亲人同款。记者黄宏坤采访报道。